来到这个诊所，一进来即感受到充满活力、阳光的氛围。这是由庄慧如医师打造的亲子共享天地，在这里完全不会让人有诊所的冰冷感。这也是创办人庄医师的期盼，他希望来到这里的人们不仅有满满温馨、无压力的空间，并有一份温暖的感受。大部分第一次进到我们诊所的人呢，都会对于我们的环境呢充满惊叹，觉得这是一个充满绿意、让人特别可以放松的环境。里面的空间呢特别的宽敞、简单、明亮，没有过多的装饰。因为我们相信孩子的身体呢，就是我们空间中最美丽的色彩。我会不定期在这个空间呢举办一些医疗讲座、亲子讲座，来帮助父母成长。庄医师衷心希望来到这里的爸妈及孩子能轻松无虑，消除看病就诊紧张气氛，设计大空间亲子共读区，柜架上摆放的读物更是严谨挑选，精选的各式读本如同来到休憩场所一般的感受，并有实际的就诊流程、看诊应对、氛围营造、活动举办着手，成为健康身心的重要场所。来这边不只是可以看诊，还有很好的地方可以阅读。很多的妈妈告诉我们，小朋友平常在那里都不喜欢阅读，但是来这里就是非常的喜欢看书。很多民众来到了利安，都说有很大的放松、轻松、安心、舒适的感觉。那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在去年遇到一位五到六岁的妹妹的时候，害怕，就是很抗拒。但这时我就发挥了我们诊所对小朋友的耐心，然后他也欣然的接受。一直到今年他要来打入小学诊的时候，他跟爸爸妈妈说他要来找阿姨打针，这部分让我觉得非常的有成就感。亲子诊所有专业的医师群，庄医师和林医师本着女医师特有的细腻、爱心和耐心，让患者更多了一份深厚的信任感，建立良好的医病关系。诊所的医疗工作人员也都是训练有素，应对卫教皆深得就诊患者的赞赏。另外，诊所也有儿童超音波检查、血液尿液检验、过敏原检测、功能医学检测及药物基因检测，提供孩子、爸妈及全家人最优质的医疗服务。我们诊所有相当多的检验项目，有一些肥胖、过敏、生长发育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更能够知道如何去治疗。我们也有一些功能医学的检测，能够让大家在亚健康的状况呢，了解如何透过营养还有改变生活模式来提升我们健康的状况。另外，我们的药物基因检测是与国内非常著名的基因公司合作，这些药物的检测可以让我们知道每个人药物代谢的体质，然后让我们在用药上能够更精准。这边空间的感觉就是非常温馨，比较跑来跑去都不用怕被撞到，尤其是这个小空间最棒。我专门收准备非常多的那个童书，看我们小朋友就最喜欢看这边的故事书了，我可以顺便这边念故事给他，然后慢慢的候诊，让他不用那么紧张。来到这边给庄医师看诊，我觉得很放心，然后帮我小朋友照顾得很好，然后让我们回去更好照顾。有什么问题问他都可以很专业的回答我们，我就觉得来这边真的很放心给庄医师看诊。孩子从出生到两岁左右是密集接受预防注射的时期，庄医师为了让父母能安心带健康的宝贝打预防针，特别开设一般诊所中少见独立时段的健儿门诊。另外，庄医师还不定期举办各类型讲座，涵盖范围广泛，如药物安全、营养、亲子讲座等，也为小朋友们举办过每周固定的说故事时间、小小医师营和亲子可以一起互动合作的亲子手作课程。这些活动让亲子关系更紧密，亲子共同成长，看在庄医师眼里是世上最美好的礼物。未来呢，我们希望把照顾的范围呢，从小朋友延伸到他的家人还有长辈们，能够提供更全人的服务，
所以希望能够兼顾到中老年人慢性病的照顾，以及呢，我们会扩展芳香医疗、功能医疗这些比较新的领域，来达到更好的医疗服务，照顾我们的家属。亲子诊所将持续致力于提升医疗品质，扩展医疗照顾的年龄群，更希望将来能够提供真正完整的全人照顾，同时照顾到每个人的身心灵健康。他认为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希望因为孩子而紧密连结的家庭都能在诊所的照顾下达到真正的健康。